现在大概6:10，然后是第26天，今天大概要走快30公里，所以我想说早一点出发，加上现在真的人真的太多。对 ，OK， 出发。OK， 出发吧。现在基本上还是没什么人。想到那对情侣昨天刚刚也是蛮早出发，想说约后昨天我先稍微探看一下接下来的途径，等下又是个没灯的地方，如果前面有人的话会比较安心一点。对，赶紧出发，现在已经快速来到6个小聚落，现在才6:45。就是什么都没有啊，看样子就是继续走，我可能8点不到就到那个。对，两只小猫。然后刚刚走了这个之后，这边有2间庇护所。接下来前面好像还有一些车子。我觉得之后如果来走，小镇这个位置应该庇护所会越来越多。然后，其实一路上空的房子很多，然后走完后应该会，其实很多层都是退休族，但也是要看会不会有想要再来分享的，就是帮助的意愿。对，但应该是越来越多了。原本已经关机了，然后就一晚在整个是一个超亮的一个小店，现在才不到7点，超强。我感觉卖超多东西，然后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很好吃哎？Vamos. Sí, muy bueno. 就是中间那暗暗的，那一种一大段出来，然后哇，那些应该都是在运送那些行李什么的。然后现在已经距离我刚刚吃那个甜点已经过了1个小时，但我现在还在想念它。我刚刚应该多，但因为刚真的太早，我都没办法吃那么甜的，然后我也不想要带着。但那家真的很不错，但它位置真的应该是只有朝圣者走路会经过的地方。对啊，换的也对。哎，哇，这就是知道真的很好吃，然后但对，我回不去。现在8点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哇，这边看起来也不错。来到了一个小聚落，这个超可爱的。现在天空颜色超漂亮，就是那边有比较深橘，然后浅橘，然后那个下面云层飘超快的。全部这些都是栗子，超多。然后你看那个球，
那其实那超刺的，我曾经要试着拿起来没拿好，然后全部都是，全部都是荔枝。一直很想要再回去吃那个甜点，可是真的走太远，而且主要是因为一离开它之后就开始整个黑了，又是下坡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摸黑然后走上坡回去。对 ，OK， 快到一个大城市，就是 Perry 昨天他停的，然后我们来看看现在剩几 K， 现在剩下。5452，5 38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我现在预计应该明天我应该就会走到吧，但我应该会到后天才去领证书，然后一方面也休息一天，然后九号再开始往世界的尽头前进。对 ，OK， 哇，出来真的很美耶。很像第二天原本我要带那个竹笔里，就是有个小桥然后过去。这种有那种小石拱桥的，真的很有特色。然后我觉得主要又加上背景的，就是教堂啊也好，或者是那种它的红屋顶，都很有特色。54139，走上来。风景很美耶，很美啊！倒数第二天了，其实也蛮快的，毕竟我走不到一个月。对，然后这个东西我还是没有人告诉我，这到底是储藏室吗？还是对啊，就很纳闷，我想知道我要怎么找到人解惑。到了，不知不觉中就到了。这一早就看到繁忙的交通啊，哇！又再度掉了，因为毕竟这一个月它真的太一整天被我这样子打开盖起来，打开盖起来，一整个就松了，这个真的很壮观。然后我们现在去看看那个游泳的那张鱼。How are you? You are? For me? Yes, for you. Okay. The best of the worst is. Welcome. 这个城市很繁忙耶。我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车在路上跑。对啊，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现在进来教堂看看。
城镇没多久，然后从刚刚那边弯过来之后，我马上会看到一间卖纪念品的店，然后他有提供一个倒数10K 的一个戳章可以盖，对，还蛮不错的，反正这间蛮漂亮。然后它里面卖的价钱，我觉得也有比较便宜一点，所以可以来看看。对，那边不错。现在又走在森林里，啊，棒！然后我也吃了早餐，也解决了基本需求，对，所以现在就可以再继续往下走了。然后今天我预计要待的城市，刚看还有大概14公里吧。对，所以其实也还是很快啦。然后看状况，就是到了之后看身体状况，以及接下来再走，如果再多走一点，有没有住宿？如果有的话，可能会继续；的话就停留。然后明天就是一口气走大概30出，然后比大声点。走一走，要来经过小溪了。先去泡泡脚，超干净，水超干净，超想泡脚，但是也是人太多，加上这半段真的很像就是观光区，太多了，所以先继续走吧。森林浴，然后有在一间餐厅又遇到那对很不老夫妻，他说他们7点半才开始走，我其实6点多就开始走了，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快？但当然我中间就是今天都走得慢，然后我中间又那边吐，又那边停下来干嘛？就是看东看西看啊，拍拍照什么的，然后又在市区里面乱绕，但他们还是真的蛮快的，因为我刚到的时候，他们其实也已经快吃完了。然后我不懂是他们其实都有预定了，其实不用走得这么赶啊，可以就是慢慢享受风景。对啊，对对。这个师傅真的是很可爱。OK， 这个我们，对啊，这个有门，而且很漂亮，是放这里面好像有放东西。对，但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介绍一下今天的下一场，晒的是袜子，就是我的背包最下端这个甩来甩去，那是我2双袜子。因为昨天那边真的是晒不干，还没有晒一场，然后晾在室内真的没办法。OK， 其实从过了森林，我拍照里面大部分都在拍那个倒数那个里程而已。因为这边的景色真的是比以前真的差蛮多的，然后尤其是像人真的爆多，就是你不觉得你好像是走在那种森林公园吗？就是都是人，然后都是老人都很多，然后感觉大家就是哦，今天出来，来享受一下森林浴啊，然后践行一下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一直就是 traffic jam。好，继续出发。真的是一堆，感觉很像我的情况，不得不说，我就是比较快速走过。不然你看这个景跟之前的是不是差很多？哇，变差超多了。
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记录一下，毕竟我就是还是有走过的，但就这样，好，继续努力追上那对韩国夫妇，他们真的走很快。豪宅吗？这感觉它的面积不太大，惊人。哎呀，又是下坡，等一下又要上坡。到了预计要待的城镇的前一个，但这前一个有一个要去看的，就是小教一个教堂，教堂里面的地方。对，就是这个城镇，一手。你觉得那种就是红屋顶，然后石墙，然后蓝色的窗框，真的可爱呀！去看看吧，很可爱。对啊，这小镇其实也是蛮可爱的。统一啊，好可爱，然后其实已经蛮接近这个镇的尾端，所以其实等于明天会烧的蛮多的。是房子，然后那边是 check in 的，后面是晒衣场，还不错，今天晒衣场。然后但是就是一样，它的浴室是没有门的，对，就会比较麻烦。然后就有两间，而且还两边可以互相。现在要去超市买类似像保康力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脚有一点抽筋。对，然后刚下来的时候，其实就有一个地癌，我最爱的地癌。大概这样。好，刚刚实在是太赶着，然后现在来补拍一下。